高我1.73。我咧係食人奶大嘅。喺6個月嘅時候，我媽話我自己跌親，跟住咧就唔食奶啦。咁收尾咧，我媽媽就將我嗰陣時兄契咗俾人。可能我自己諗法就係，因為我之前有個家姐，第三個家姐，我排第四。佢出麻疹就死咗，我外婆擔心我，所以將我契咗俾人。咁嗰個時，我契媽就湊大我，佢好錫我，佢。我契爺都好錫我，佢帶我翻學。我記得佢用單車車我翻學。從小我就喺佢哋嗰地方長大。我啲契姐會話我一生，因為我爸爸做生意，佢開鋪頭。咁佢一我一收即係一三鋪咧，我就會攞曬啲枕頭啊，拿一罐枕頭去咗我契媽嗰度。其實那個環境我很喜歡，我覺得自己我很喜歡那個環境，他們很疼我。你可以打叉試試怎麼聽出來。我最記得身體有事就是隻腳，曾經做過手術，那時10多歲，有個連了很多針，13針。咁嗰次都係自己去，因為我13歲嗰年心臟有事之後，喺 QE 就要打針，每3個星期就打一次針。我媽媽就同我去過1-2次啦。咁之後嗰啲照 X 光啊同打針都係我自己去，所以我做只腳手術嘅時候，呢10多針都係我自己去 QE 做。我好記得嗰次，嗰晚就我婆婆死咗，我婆婆死咗，我第二日就做手術，咁啊好驚。咁我同自己講，咁驚又要做，唔驚又要做，咁不如唔好驚。咁就做咗呢個手術，做咗隻腳。跟住咧，到個鼻又有笑，我鼻咧嗰個鼻竇炎喎。要洗鼻，好痛，痛到咧喊，咁都係自己去咯，真係好鬼痛嘅，因為佢嗰醫生好記得咧，用啲棉花唔知點咗啲咩嘢，篤到個鼻好似隻箭豬，每邊都有3-4條棉花棒。咁篤咗之後咧，就等人間，跟住啲人咧就坐曬喺度排隊咁啊，入去洗鼻。咁跟住到最1996年又做鼻竇炎，因為好嚴重，入咗醫院做手術，做咗10日。因為佢每次擦咧唔可以擦太多啲棉條，每次擦少少，所以留咗醫院10日。試一隻手一路畫一路講，嗱唔好停畫啊！ Okay. 即係你可以繼續講，你講咩都得，不過隻手一路繼續試下，一路用嘅。跟住個肚又做過手術啦，做過2次，一邊就係嗰啲子宮有粒咁啊割咗，割咗之後咁就以為冇事啦，點知隔咗幾年之後又。佢因為嗰啲 M 又走嚟我邊度，咁到隔咗2年到依度又做一次手術，做咗一次
四十幾歲落咗個字幕。啲人話咩講子宮有啊快樂啊性啊，啊我又冇乜嘢喎，我覺得自己又 OK， 完全冇咩感覺，我覺得自己唔知係經驗多，我覺得自己經驗多，我覺得冇乜嘢喎，真係完全唔話唔會話有咩潮熱啊，或者心情唔好啊、猛整啊，完全對我嚟講咩事都冇，完全冇事，完全冇事。心臟咧有心反長咗咯，心反咁都冇乜嘢咯，又係咁多年都係咁，我當佢冇事嘅就，我當佢冇嘢嘅，咁又真係冇嘢冇人。嗰時打針都幾咩嘅，一路打針打到成由13歲打到廿幾歲。每三個禮拜打一次，打到個 pat 都花曬兩邊輪住打，嗰個 pat 花曬，但係我又冇乜所謂，冇乜嘢。哇，幾痛㗎啲針，因為佢我記得個姑娘喺九龍醫院打㗎，佢哋打嗰陣時咧要加啲嘢落去嘅，加啲好似啲水咁嘅嘢，溝稀佢嘅。如果你一緊張咧，佢就會塞咗個針嘴，塞咗針嘴就死啦，就打多一次啦，即係。所以對於做手術嚟講，我覺得好似冇乜嘢。啊，有一次又響做過隻手指尾，做過隻手指尾，手指尾嗰度生咗粒嘢。好耐啦，九龍醫院做嘅，咁我又覺得冇乜嘢，自己去手指。所以其實我玩 QE 都成日去，成日 QE， 所以覺得嗰度啲姑娘醫生好。最開心的時候就是跳舞，我覺得很開心，非常之開心。我覺得好像幫到人，幫到我身邊的朋友。我覺得他們很關心，
有時會諗嘅。我時覺得幫到佢哋。他們可以幫到其他人，咁啊幾好咧！覺得他們做一些不是普通人做的事，因為普通人不會做這些。曾經收過啲電郵，好笑，佢話你俾100萬咩啊現金俾我，我開頭都諗啊，如果將我啲錢可以俾我啲朋友，佢哋搞藝術，咁咪幫到好多人咯。但係嗰啲電郵係呃人嘅，唔係真的。最開心去睇演出，因為我覺得我啲佢哋嗰啲演出有時好開始講緊自己，我明白佢哋講乜嘢。我覺得他們很關心我，很少人這麼關心我。